大家好，赛罗奥特曼今天又来买新的捷德奥特曼胶囊。他会买到什么样的胶囊呢？他选择了中间的按钮。贩卖机掉出来了两个奥特胶囊，还有一个红色的奇趣蛋。这会是什么胶囊呢？原来这是奥特曼的变身胶囊。赛罗奥特曼买到了奥特之父还有自己的奥特胶囊。赛罗奥特曼的奥特胶囊发出的是蓝色的光，奥特之父的奥特胶囊发出的是绿色的光。那你们知道这两个奥特胶囊可以融合变成捷德奥特曼的哪一个形态吗？这里还有一个红色的奇趣蛋，这里面会有什么惊喜玩具呢？出现了，这是奥特曼的迷你人偶。这里还有一只怪兽，那你们知道这是哪一个奥特曼和哪一只怪兽吗？如果你们知道的，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哦。这两个还是手指玩偶，可以戴在手上。看起来好好玩啊。赛罗奥特曼买到了两个奥特胶囊，还有两个迷你的人偶，他开开心心的回家了。这时候，贝利奥特曼也来买新的奥特胶囊。他会买到什么胶囊呢？贩卖机掉出来了两个怪兽胶囊和一个奇趣蛋。这会是什么怪兽胶囊呢？贝利亚买到的这两个怪兽胶囊，你们知道是哪两个怪兽吗？它们看起来好像很厉害哦。右边的这个怪兽胶囊发出的是紫色的光，左边的这个也是发出紫色的光。这个蓝色的奇趣蛋里面会是什么呢？出现了，这是两个奥特曼的迷你人偶。那你们知道这是哪两个奥特曼吗？左边的奥特曼有两个大大的脚，右边的奥特曼有两个长长的辫子。那如果你们知道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哦。贝利亚也买到了两个迷你人偶，还有两个怪兽胶囊。买完东西的赛罗奥特曼遇到了贝利亚。你买到了好多的玩具啊，看起来都好好玩啊。贝利亚也对赛罗说，你也买了好多的玩具啊。赛罗说，我买的玩具里面有两个变身人偶，还有两个会变身的胶囊呢。看我的变身。赛罗奥特曼利用变身人偶变成了巨大的赛罗奥特曼。贝利亚说，我也有变身的人偶，看我的。贝利亚奥特曼也利用两个变身人偶变成了巨大的贝利亚奥特曼。赛罗奥特曼说，我还有两个可以融合变身的奥特胶囊，看我的，我来召唤一个强大的奥特曼。赛罗奥特曼用两个奥特胶囊融合变出了捷德奥特曼的豪勇形态，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奥特曼。贝利亚看到赛罗召唤出了新的奥特曼，他说，我也要来融合出一只强大的贝利亚融合兽。
贝利亚利用两个怪兽胶囊召唤出了非常巨大的贝利亚融合兽。这是哪一个融合兽啊？你们知道吗？它看上去好强大的样子。这时候捷达奥特曼发动攻击，把怪兽打倒了。看来捷达奥特曼也是很厉害的嘛。可是怪兽又站了起来，他用他那巨大的拳头把捷达奥特曼打倒了。这个怪兽好强大呀。这时候迪迦奥特曼出现了，他踢捷达奥特曼把怪兽打倒了。还是迪迦奥特曼最厉害。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两个形态，你们知道分别叫什么吗？更多更好玩的玩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拜拜。